高高山上一老僧，是身穿那头几千层。若问老僧的年高迈，是曾记得黄河九澄清。500年前清一澄，那个一共4500冬。老僧共有8个徒弟，是8个徒弟有法名。大徒名叫青藤浪，这个二徒名叫冷头青，三徒名叫四三角，这个四徒名叫展三丝，五徒名叫蹦蹦霸，这个六徒名叫霸蹦蹦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这个八徒名叫化随风。青藤浪会打青藤浪，头青藤会打青，四三角会吹管，这个展三丝会武生。蹦蹦霸会打鼓，这个霸蹦蹦会念经，风随化来会打力，这个化随风的会点灯。老叔叫奴换一换，是想要换来卖不能。老叔一见有了气，要打徒弟准发明。眼看着徒弟要挨打，是从外面来了5余僧，他们共送僧人13代，一起的后院是玲珑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。这个一张高桌4条腿，是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脖一口气，这个一个木鱼子一盏灯，这个一个金铃整4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。这个3张高桌12条腿，是3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脖三口气，这个三个木鱼子3盏灯，是3个金铃12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5层，5张高桌20条腿，是5个和尚五本经，5个饶脖五口气，这个5个木鱼子5盏灯，是5个金铃20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7层，7张高桌28条腿，是7个和尚7本经，7个饶脖7口磬，这个7个木鱼子7盏灯，是7个金铃28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9层，9张高桌4个腿，9个和尚9本经，9个饶脖9口磬，这个9个木鱼子9盏灯，9个金铃36两，风儿一刮小花楞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11层，10张高桌4个腿，11个和尚11本经，11个饶脖11口磬，11个木鱼子11盏灯，11个金铃44两，风儿一刮小花楞。